快到顶了哈！哇，看到你们的登山大坝！哇，爸爸，我哥，爸爸，我哥，爸爸，我哥，双耳玉。哦，用耳朵呼吸的吗？真的好累。小心，快到顶了，快到顶了。一关又一关，不就危险了？走，小心哦。好，大家团结合作啊！ 互相扶持，对，一条路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山顶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大嘛啥的，顶到了哦，顶到了。哎呦。 攀登圣棱线以来，天气好，风光美，队伍总是贪恋美景，浑然忘却这条神圣的棱脉上也有缠岩高峻的山头和跌宕险恶的断崖。直到攀登素密达山，这段山径棱脉极瘦，裸岩碎石，两侧是直下数百公尺山谷的崖壁，对面的品田断崖又好像一面镜子。 告诉在山径上匍匐前进的登山者，我们的脚下就是这样一片完全没有商量余地、不容丝毫闪失的地形。大伙儿就像走在刀刃上，挨挨蹭蹭，缓步慢行。好不容易攀上素密达山，才知道山头竟然也像刀尖一样，几乎不能立足。当时还不知道，翻过山头另一面的刀刃才是难关中的难关——素密达断崖。 如果不是前人走过，怎么能相信这种陡直的地势、破碎不堪的路面可以承载 MIT 台湾制重装列车？也难怪经验丰富的向导会在岩壁上踌躇犹豫、上下不得。一行人吊挂垂降横越，同心协力共度难关，终于赶赴昨晚应该落脚的素密达山屋。一种鬼门关前走一遭的紧绷情绪，让大伙儿格外需要放松一下。 于是，素密达联欢晚会登场，向导歌曲精彩，真心话大冒险更赚人热泪。国难当头，卫生纸奇缺，原谅我们得请大家准备卫生纸，收看素密达之夜。 现在所有的人，在下苏密达断崖，一步一步，下来，下来一点。已经有好几位已经下去了哦，那下去都是要战战兢兢的，要非常的专心哦。因为这段下去以后，后面还有一段落差更大的，那个也是要非常小心。那现在是乌马斯先下去哈，乌马斯，嘿，好，加油，小心哦。 因为大家背包都很大，我怎么走？会不会撞来撞去的哈？要小心。要人帮我再包关走哎。我们现在那个，好，我们先勾上一个确保哦。好，大家小心哦。那个来，那个绳子还是要有点紧的，别太松。太松的话他们怕。对对对，你左手要下来一点哦。往下吧。 待会再，下一个准备，看他怎么踏，你就怎么写。对对，呀，就是那样，不靠空的，可以抓紧了。哦，靠左边，靠左边，往左边。别紧张了。对对对，你左手要下来一点了。啊，往下吧。对。 他这边是有踏点，像那边就没有踏点，那边不好下。来，往这边靠，尽量靠左，这边这边靠下了，我会抓住。自己抓好，自己抓好。好好好，好，绳子抓好，哎，这边过来，下来下来，扣下来，再加下来，再下来，我把你顶了下来，下来下来，抓好，哎，下来，自己抓好，这边一定要抓好。好好好，自己抓好。
好，慢慢的，好，好，斜斜的了，嘿，好，好，慢慢的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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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断崖。早在攀登圣棱线之前，这个名字就在队员耳际萦绕，一路走来更是听到耳朵长茧。昨晚不秀兰营地，大伙儿围绕在猎人身边沙盘推演，仔仔细细做了预习，但是实际执行起来就是和想象的不一样。理论上跟着前面的队友亦步亦趋，看他怎么拉绳，踩着他的踏点就行。但每个人体型不同，背包配重、衣着装备、心理素质都不一样，在这种丝毫不能出错的地形上，就是会因为那一点差异卡在悬崖上动弹不得。这时候就会看到猎人前前后后移动，帮忙拉拉绳、挪挪脚，指点行进路线。毕竟十几个小时之内，他已经第三次走速密达断崖，不靠他靠谁？要上来了，放心。现在一行人已经下了部分，现在摄影机脚架也要下去，因为摄影机是很大台，还有脚架不好背负下去。他现在要想办法。我回答，接。你先放啊，这样就好了。脚架。那这个地形稳，你上来。哦，直接也可以了，直接。小鱼，好，小心啊！好，好，小心走啊！我先下去，因为我到下面我会帮你。可以，可以，你要在这个地方等。好，好，你先回去那边等，你先等，等我。猎人是要先带脚架下去，是吧？对。那个脚架，脚架你要直接掉下去啊？不是，那个脚架，来来来。好，猎人小心了，速度会比较快，直接就这样下去了，小心了。 OK， 加油哦哦哦，腰力啊，小心了，别紧张，慢慢来。我们一般都会一层一层的带过去，因为如果说像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比较有经验嘛，我们就顺着这样走下去，因为山牛就这一段就挤那一层，然后再一层一层的带下去，一段一段的哈。对，那下面是东山大哥。又这样，这个猎人先生，好棒。OK。好，现在机器脚架下去了，现在是机器往下带，小心了哦。打了个，好，下来了哦。呼吸。哦。安全了。成功。加油！现在下来的是哪位？小明，小明，小明了，哎，先去抓紧就对了。我看不到什么。啊，你，脚伸长一点，可以，哦，对，伸长一点。啊，再来，伸长。好 ，OK。好，先去抓紧，再来 ，OK。是慢慢要转身子，还肯定给我倒，谢谢下去，要先转身子。
所有的装备中，摄影机最不具备登山机能，娇贵沉重又超级难背，多数时间在摄影师身上，遇到困难地形就该向导出马。扛起这具怪兵器，他们话可多了。扛一辆宾士，那是说机器昂贵；摄影机里装了好几个山头，那是说它有够重。调侃归调侃，向导背摄影机绝不敢轻忽，摔烂一辆宾士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会抖嘞，会抖，脚会抖，看一下，看一下脚会不会抖？哎，哎，卡住了，行，今天走的路线虽然是比较难走，也比较崎岖。可是整个视野是非常棒的，那尤其我们现在往中央山脉这个方向看过去哦，整个中央山脉屹立在前方，一等三角点的南湖大山哦，整座山基盘非常的宽广，可以看到云海哦，云雾不断的从南洋西向涌过来，像棉花一样，利用缩时摄影来呈现哦，这些云海就像海浪一样被涌动，波涛汹涌，非常的漂亮。再往南延伸一点。有一座山岳也是非常的雄伟，跟南湖大山是遥遥相对啊，就是非常有名的中央尖山。中央尖山是台湾的三尖之一。我们这趟走圣人线，有攀登过大霸尖山，那现在在这里又可以遥看中央尖山，真的是要感谢老天啊，给大家这么好一个天气。加油，打那个，打那个，猎人要确保嘛哈。对。这一段也有一个落差哈，对对对，这个才是难度比较大。哎，那个还好，下去的时候这个比较有悬空啊。悬空。哦，好，那就确保一下。没有脚踏点了。等于是我们下降一段，横渡一段，现在就最后一段，这段比较危险哈。关公有吗？有。第三段的断崖了，苏密达的第三个最后一个断崖，它下面是会有一个垂直，所以常常人家会让人家怕，就是这一段了。上面这里给它还 OK。所以这段是最危险一段，对，小心走。OK 了，有我们的确保，绝对安全降落。来，包包撑着下。公公，把头过来，过这边，过这边比较好点。姐姐，姐姐，要出来给包包点。对，包包来，你来，你来，我们撑了。没。啊，那得了小心了。是标准。对，给他下来了。OK， 再下。再下，好 okay, 好，等一下，有没有标准？等一下，100分，大哥要下去了，好，可以哈，可以 ，OK， 好，下来，好。扣右了，放在乌马西那边，然后这边有一个踏点，对，乌马西那边这边有一个踏点，哎，好，再过来这边有一个踏点，来伸长一点，在这里 ，OK， 好，撑着，再放，绳子再放，再下去一点，老板注意那个脚的安全啊，脚啊，有，平安到达，好，等一下，麦导，等一下。好，等一下，有吗？等一下，注意要拍老板的脚啊。OK， 好，谢谢啊，好，麦导安全。OK， 来。
到达，渡过第三段断崖啊！好，有惊无险哦。来烧什么干饭？还是麦斗厉害，差点快。这真的要全神贯注，要很专心啊。下去脚已经这样了，因为整个断崖分三段了，第一段垂直的，第二段横渡，那最后一段落差更大，每一段都要很小心呐、啊，要抓好绳索，做一些确保。那现在所有的人。陆续就要下来了，那大家在这边休息一下，大家心平气和，缓和一下，然后就前进到我们今天的住宿的地方。好，大家小心哦。哦，对，老板加油啊！加油，注意啊！看你不安，看你不安，老板，走，脚不要抖啊！啊，先脚不要发抖，脚会发抖。问你是脚踏点在哪里啊？在这边，在那边，这边的不对，在这边。好，180公分的脚踏点，着地成功，着地成功。哎呦，直升机太慢来了。好，有人下来了。下来吗 ？OK。打了开，打了开，打了开。哦。下来了啊！没呼吸。哦，安全了，安全了。成功，成功，加油！好，最后一位是东山大哥。耶！哎，成功，成功，这么走的，这么走的。哦吼！有有有有，吴老师，嘿，大家都平安通过了哈。对，平安。就这段比较危险。下午飞一趟，早上飞一趟。好了，那今天到苏密达提早扎营的话，大家就来唱歌跳舞庆祝一下。OK， 可以的。好，大家下去休息一下。好，今天要不要提早休息？大家缓冲缓冲啊。可以啊，因为每天都摸黑嘛。庆祝一下。对啊，庆祝一下了。调整调整一下心情和体力。明天再冲啊！因为 这段路、啊，我们最担心就是今天的行程。嗯，过了以后就比较放松一些了。反正今天就提早扎营了，对，好不好？那、啊、明天就可以早一点，就可以到雪北也好了。雪北很快就到了呢。对啊。哎呦嘞，他转过来了。有哎，来一个比那个。手势，手势，他过来了。他看得到我们的后面嘞。他们每年都会去看那个位置定位嘛，他们都会飞到那边停下来看一下，啊，会放绳子，放那个篮子，就是放绳子放到地上，就收回来，表示那一段地区可以调换很多的组。向导看见黑鹰特别亲切，他们不但是优秀的登山协作，也都是热心的救难英雄。看着黑鹰直升机喊卓哥，那是在呼唤我们的老向导卓议员。据说卓议员因为救助山难经常搭海鸥，队伍里搭过海鸥的救难英雄不少，阿青是其中之一。可惜救难无数无人问，就那么一次被海鸥救下山，闹得世人皆知。南湖大山位于中央山脉主棱北段，海拔3742公尺，是中央山脉第三高峰，峰顶有一枚一等三角点，名列台湾五岳，与玉山、雪山、秀姑峦山、北大武山齐名。由于山形宽厚雄伟，素有帝王之山的雅号，别称帝王座。南湖大山也是台湾冰河地形集中的地方，圈谷一带的高山寒原生态系也极富特色。
全平安下来，稍心情有平缓一点。有。刚才是心跳指数200，现在只剩差不多100多，对不对？祷告必有平安。有。今天要谢谢大官了、啊，大官一早帮大家祷告了、哦。不是我，是他。加上自己的信心、体力。对啊。自己要有信心，然后自己有自己的信仰。好，那结合在一起就会有力量。对，这样子啊，结合这一片土地。然后大家就稍作休息啊，待会就要继续前进了。那本来今天预计是要到雪北山屋嘛，那因为在这里花了蛮多时间，还有沿路哦，因为景色实在是太漂亮了哈。想提早扎营啊，积极扎营啊。叶总这次拍了不少照片哦。那一个？我拍很多，我有拍啊，马上上传。真的到中视最前线了，因为这一次从第一天开始，每天都是出大景，大景啊，走到哪里都是美景，只好停下来拍啊，时间就会耽误。不过拍摄还是我们这次主要目的，希望既然走了，就能够留下最美好的影像记录了哈。影像记录，生态影像记录。我们时间虽然都会 delay， 不过是值得的。希望大家经过了这个段呢，那个心情还是保持啊。很紧张的那个气氛，因为还有一段路，而不是过了断崖，我们就松懈心情。意外都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之下。对，心情一放松，整个人松，那个危险就会来。所以大家还是保着那种心情啊，不要松懈。所有人一定要平安的回到家里，那才是真的啊。是。那我们就要出发了。大官，散步散步，脚步停啊！就是，刚好你比较近啊。记得老板说，注意不要讲话。旁边的那边话很多。喂，对。我讲话的时候都不是收音哎。明天开始都不要讲话，助理。你当助理？我你是我了，你是我了。第一天是谁？是我。第一天是你哦。主右，是主右的。主右跟他爷爷像闹一样，那个豪哥哎。豪哥的那一组是谁？主右换主右了。我老换主右了。大光嘴里说，过了苏密达断崖，还是要保持警觉。说完没几分钟就开始和猎人斗嘴，全队也听得乐呵呵，跟着凑热闹搭上几句。实在是苏密达断崖之后的这片森林景色宜人，道路平缓，走起来毫无压力，就算一不小心失足，有这些冷山圆柏挡着也不会有大碍。大家已经开始酝酿联欢晚会的情绪了。我要到苏密达山屋喽，是一片很美丽的森林，哇，看到美丽的两栋山中小屋哦。终于在夕阳还没有下山之前哦，我们已经到了美丽又梦幻的苏密达山屋啊！哦，哎，到喽！到喽！哇，今天终于没有天黑了。OK， 热死了！哇，太好了！好，大家可以卸重装啊！好，卸重装啊 ！OK， 可以。因为今天大家过段来啊，比较辛苦，我们提早扎营啊。这片森林很漂亮，它们都是台湾冷杉，还有玉山圆柏。这个山屋就坐落在森林里面，很漂亮。哎，今天没有山友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哦，这儿好。那个金大大大哥哦。这山屋也是两层的哦，上面一层，下面一层，所以还蛮多人的。好，大官，哎，今天可以唱唱歌啊，放松一下。我给这么个都没有会。哦，那瓜子，哎，你说不是啊？我说我们待会
我们一起跳舞唱歌。哦，好，对对对。好，让大家放轻松一下。放轻松一下。对对对，调整一下体力，调整一下心情。哇，夕阳还没下山呢。来，光要转开要讲哦。哇塞，切的萝卜那么漂亮，种的是你哦，后片的哦，豆角，这是薯条啊，对，薯条，薯条锅里炒，那个吃才有感觉吧，来，来挖，才有挖，对，这比较看画面，耶，哦耶。山屋里炉火熊熊，山屋外头阳光金灿灿的洒在台湾冷杉和玉山圆柏的枝干上。攀登圣棱线以来，好像还没出现过这样的组合。每到夕阳斜照群山，我们不是正努力攀登某一座山头，就是在视野开阔的地方拍摄赏景，直到天色全暗，还在路上挣扎推进，不知道几点才能进驻山屋，有热食可吃。这座山屋看起来小巧，却能容纳24个床位，比我们住过的雪山翠池山屋多出一倍。不过刚才在门口看到的两个大黑桶才真是人不可貌相，那是山屋的储水槽，昨天猎人就是来这里取水，今晚我们吃的水也是它。这么一想，这桌菜怎么能不甘甜美味。好，宿蜜达之夜开始。今天节目主持人是谁？哎，我扮前套，来，我来先当主持人了。嗯，过去我有一个朋友来台湾工作，他总是会喜欢叫他老板说买个饮料，他都会这样说：老板，如果你要来，买一瓶好的饮料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哎、节目开始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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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
山屋是钢骨结构，民国九十年建造，容纳十二个床位，有太阳能供电的夜间照明和生态厕所、野餐桌椅。山屋周边有玉山圆柏纯林环抱，水源来自终年不竭的翠池，是登山者心目中的梦幻山屋。O 型圣棱线、雪见线、雪山西棱线、雪山下翠池及 Y 型圣棱线都可在此住宿。平安度过苏密达断崖啊，也走了六天，超过一半的天数了哈、哦。嗯，讲讲心得啊。第一天到今天是第六天了，哎，真的很珍惜这一段时间，那么多的那个兄弟一起这样走这一段圣灵线呢，也是蛮感动啊，也可以蛮也可以说很骄傲，哎，很值得骄傲，因为真的这个圣灵线是很不好走。这几天的压力，今天终于可以释放出来，因为尤其是走这个苏密达的断崖，没有几个兄弟都没走过嘛，啊，像我们有几个有走过的，还是会有点压力，因为毕竟我们的装备都是重装，不是像一般的队伍是可能没有那么重，也是有一个重，可是没有像我们的那么重啊。今天这样过了这一段断崖，过了。我心里就稍微一点放松一下，可能今天会很好睡，一觉到天亮了。谢谢。好，今天过这个段来，哇，根本是有吓到了，因为以前喷浆的时候用绳子空车，没有背东西。有背这个东西哇，还是有重量，下坡的时候还是哎呦喂呀，踏点在哪里？哇，这个脚也没有到180，怎么踏下一步呢？哇，还有很多兄弟一起帮忙，过这一关真的是舒服。小林，在走这一趟这个段来当中啊，真的是一定要步步为营，哎，把自己的身心哎都要弄到，真的是非常的安全。然后非常感谢大家都能够很成功的来度过这一关，然后来到这个苏密达山路，非常感谢。好，好，接下来的节目是我们要唱泰雅族的。牛哥，牛哥，哦，哦，不知家亲哟，不知那家亲哟，那人家心哦，马来娘啊，那拉来金马的来哦，不知那家亲哟。南呀山呀东，马来娘啊山，呀心那把金哟，呀心那把金哟，马来娘啊班，嘿老娘两岸，我那个金拉下岸，呀心那把金哟。把老娘打棒，哎，老娘当当。不跟那家亲哟，不跟那家亲哟，把老娘打老，把俺娘打散，打了跟老下班。不跟那家亲哟，把老娘打老，把俺娘打散。母母那家亲哟，母母那家亲哟，阿拉娘你不带阿叔娘没把你，阿拉来跟拉下班。母母那家亲哟，阿拉娘你不带阿叔娘没把你，你有那家亲哟。你
有是那嘎金哟，嘎拉呀巴呆，嘎拉呀拉嘿，嘎拉嘎呀金拉下干，有是那拉金哟，嘎拉呀巴呆，巴拉呀拉嘿。牛哥，哟，很好听啊、哦，好。还是要进入到现在要接下来有小屋，就是肚子有没有小一点了？有六天了，瘦多了，稍微有小一点，一天有了。对啊，再多走几次就 OK 了，没问题了，没问题。真的非常感谢这次有机会还会再走士林县，真的有年纪有大了，以前走士林县还一天用跑的。啊，这次用走的，用发抖的，还会发抖。真的感谢，真的可以顺利的到这个山路。准备了，眼泪不要滴滴，眼泪不要流。今天豪哥下段有点犹豫哦，我还是在叫了。那就这样，我说拉筋，上面要踢点下去。他刚刚搬下去的时候，他下去说不行不行，我要上去，你不用下去。拉紧，很像跟那些逃兵，好像那个伞兵一样，把他踢下去。你给我下去，有点像逃兵。他说他已经腿要脚软了，逃兵，逃兵，有点犹豫啊。他想逃兵。他下了斯密达断奶，真的。心有点在跳啊，心没有跳不是死了，没有，因为跳得快，因为还没走过啊，会怕 啊。我刚要下去，我原本是说要叫人家帮我背嘛，我想说先自己走看看，不想花钱就对了啊。然后我就自己走下来，走到一半，我想要上去，哦，阿奇老板。就叫下去啊，那你要下去就对了。他说：“要是我再上去，我不能踢下去。”我到了，猎人原本要叫说要不要帮我，他猎人帮我背啊，说不要，我再走上看。感动。啊，后面眼泪流眼泪，后面就那样子下来了。就对，就是想家嘛，想家。就是真的感觉说，我会不会在这边跌倒？我在这边讲，我会不会在跌倒啊？跌倒就会怕，但是还好安全过这边了。哦 ，OK， 对，好，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。下次再带队来就没问题了啦。应该不会说想到我上来的。他真的把他踹下去了。是我们原住民，如果要训练一个年轻人的时候，一定要稍微有点残忍，就是他们的安全当然会很保护。我相信我绑的绳子一定是很安全的，所以我会叫他说：“你给我下去。”会让他一个壮胆。我们也是还会再协助，因为在下面还是有东山大哥跟那个猎人他们在协助嘛。这个安全性是够的，我才会这样逼着他下去。以后他当了一个登山社的唯一的背弓的时候，他会可以协助各登山社来走过那个危险路段。啊，还有，他们说什么？那我们现在要进入广告。好好。嘿呐哟，嘿呐哟，嗨哟，嘿呐哟，嘿呐哟，嗨呀。
无论是为了庆祝自己离苦得乐、重获新生，还是感谢队友同心协力共度难关，向导说说唱唱，使出浑身解数，麦哥和他们一起走过生死一线，又浸润在现场的气氛中，特别要求后制同仁不修不剪，原音重现。相信大家都能感受这群好汉真诚动人的情感。乌拉孟断崖位于中央山脉主脊，马伯拉斯山与玛利亚文路山之间，是台湾越界公认四大障碍行程中马伯横断其中最艰困危险的一段。断崖由乌利班霍尔溪与马霍拉斯溪侵蚀而形成，崖顶裸岩碎石，地质极不稳定，更有难以立足的烟囱地形，两侧直下四五百公尺山谷，难度极高，雪季时不宜通行。好，董山大哥，哎，哦，谢谢你啊。对对，到今天第六天了啊，一开始好像步伐，现在慢慢都年纪有一点老了，啊，空像呼吸也是比较困难了，啊，脚步上也可能没有办法跟上比较年轻的，啊，如果说能还可以的话，我会尽量帮忙。嗯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啊，谢谢。嗯，大家都一起老啊，对，搭上一起老，真的，大家会一起慢下来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压轴了，你说什么？马古，我等一下压轴，等一下帮你，帮你讲。好，孟老师，换我讲了吗？好，对，换你了。可以啊。啊，必须的。有点感动了，因为像在众筹里面，在台湾的高山里面。纵走好几次，苏米达断崖，对我来说是，也是高难度的一个路段，因为我们跟着山友的时候，有时候山友都先走了，啊，有时候我们都会一个人啊，一个人在后面，啊，有时候，有危险的地形，我们都要自己处理，还好这次 MID 很多，兄弟，还有麦哥，还有，我觉得说这今天算是很轻松，因为有大家的团队还有帮忙，让我其实我在底下的时候有点掉眼泪。有呢，乌马斯这次在大坝经常前面跳那个老鹰舞啊，对，哇，很好看的，很震撼，板前的，应该踢到板前。很少在外面播跳了，真的好，谢谢谢谢，因为常常在家里跟老婆，我来了。老婆就是小鸡嘛，不是我，是一桌小鸡。哎呦，乌马是真情流露啊，哦！有，真的掉眼泪啊，哦！15周年了，啊，对，比较感性一点的，啊。好，非常感谢 MIT 台湾志，我相信他有眼光，尤其从各位讲出来的话。我相信啊，观众朋友一定都喜欢啊这些啊老学长。那，啊，当然进入这个爬山的领域时间里面，短短的半年，当然也不是红，也不是黑，也不是紫，最重要还是回到我老板的一句话：漂白。进广告。MIT 台湾志十周年中央山脉大纵走特别企划，队伍走过马伯横断中最惊险的乌拉孟断崖，进驻马伯拉斯山屋，全队为了庆祝安全渡过难关，举办联欢之夜和高山主厨交接，歌舞表演精彩，尤其蓝教官的演出效果满点，
马伯拉斯联欢夜不但舒缓了大纵走的紧张心情，也让观众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。感谢主啊、哦！感谢主，我们这一次能很成功的来到苏密达的山屋。当然，从我们的启发就是，巴巴瓜嘎那边开始啊、到了这个苏密达山屋，我相信。大光努力酝酿感人气氛，向导却笑笑闹闹传卫生纸让大家擦眼泪。没想到几个月后，台湾民众眼泪都不敢流，就怕没卫生纸可擦。大光赚人热泪的发言还在后头，接下来更有阿青村长大彻大悟的告白。看来台湾的卫生纸得继续缺货了。